为了解决地球能源危机，公元2110年1月1日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前往宇宙中寻找一个叫做宇宙之眼的神秘领域。传说那里有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时间与世界太多期盼，燃星辰绚烂的前奏，赤红的热血燃烧我胸口，站问我为何去站，未知的世界迎来光明，我飞向浩瀚的星空，苍穹之中要苦苦探索，岁月之上风的轮唱，天界轮回命运与光，我只微笑我只爱上，前进号角为我吹响，黑暗之中总有羁绊，内心旋律依然悠扬，遥远彼岸海的一边，胜利开课为你高唱，赛小西小队与小克小队在长哲星探寻矿石，可是赛尔号却被蛰伏在这里的吉约海盗发出的假求救信号给欺骗，几乎所有赛尔都被俘虏，只有船长在疾风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。为了营救被抓的赛尔，疾风、小克、赛小西等七人决定前往海盗基地营救大家。第22集，惊天大营救。例行检查。车上什么东西？刚开采的机油。开箱检查。哎呦，检查个屁，快印进去，兄弟们已经一个多月没喝到新鲜机油了。是，放心。兄弟们，走，喝两杯去。从大门到这里的路线，我已经用诺诺记录下来了。这之间至少有三条岔路。我们建议兵分三路行动。我和卡露露、小克，你们三人一组。疾风和阿铁打一组。没问题。夏德罗，我们该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一个惊喜。没错，喳喳喳。有点不对劲。有什么不对劲的？至今为止一切顺利。就是太顺利了。这一路走来，一个海盗都没见到。确实，你这么说，我也。快走！喳喳！嗨，又见面了！喳喳喳！我们一人解决一个。好，我到。嘿，你的我代劳了，不用谢我。小心！哎呦！阿铁达，你没事吧？当然没事了。
们要小心一点。大惊小怪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好恶心！你们胆子不小啊！是集约。队长，这好像就是地牢。九人。小克，不是，我们马上放你们出来。小克，快走，这是陷阱。把那个精灵给我干掉！加加加！小克那边发来信息，他们找到了关押我们战友的地方。那我们快去。一个棒棒糖而已。哼，斩杀！阿铁达，小心！棒棒糖我有的是，再见了。别出声，这个地方是空心的，借你的刀一用。还是让我来吧，你让开。我的你说这里是空心的，没有可能啊。让我试试。我都不行，你怎么可能？这里果然有暗道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呢。顺着这个暗道一定能出去。哼，居然选我。这是海盗的军火库。住手！这下够海盗们受的了，走。
吉月想逃走。快去把他干掉。夏德罗，你完了。我投降。吉约，还想玩点刺激的吗？别开枪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阿杰的疾风！千百万年来，无数贪婪野心家都想得到神秘力量。是拉斐尔大陆命运的化身魔法使者呀！那就在我面前证明一下吧。高水平，我们在飞船上穿行，拥有最强大的实力，我们是银河第一名，我们寻找新的精灵，据说这样就能出名。